这些都装好了，这个是我们前两天在直播间里面，然后卖出的这个银饰手镯，现在已经全部打包好了，然后分装好了，明天一大早就可以给大家发出来了。这一款呢是光面的开口款，然后里面有一个鸭头的，是我们的专属钢印。然后这个银饰呢，它本来是白色的，它的本色是白的，后面我们加工，然后把它打成这个亮面。但是里面呢，因为我们是手工抛光，所以它里面会有这种白色的这种刮痕，但是你没有细致看的话是看不到的。还有就是说这个细小的这个白纹呢，它会在佩戴的过程中慢慢的消失，没有了的，所以这个不影响佩戴，希望大家可以理解，毕竟是手工打磨出来的，它跟那个机器做出来的是没有办法去比的，毕竟它是很纯正的银子啊。你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把这里把它用火烧一下，变软，然后拿到我们这个模具上面打，看到没有？打，然后打出来了就这么一条一条的，一条一条的。你看一下，这里都是大家的一些那个啥，一些打成的这个半成品。你看一下，那边是没有打过的，这边是打好了。打好了的话呢，就是说。啊，已经比较变薄了，而且还有了这个泥鳅背，啊，这边的话就含着形成泥鳅背啊。然后呢，哎，然后怎么说？他那个棍子到哪里去了？你那个棍子呢？对，然后呢，为什么可以变得那么圆？然后他会把它套了这上面打，你们看一下这个棍子，你看，他会在上面打，你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打啊。再打，然后打完了以后成型了以后，然后我们还要打磨，所以这个的话是比较慢的。你们看一下这个手工啊，你们打一根，对吧？要很长一段时间的，所以呢，你们下单以后不要急呀、啊，不要急，我们3到5天就给大家发货了。不要玩手机了，该干嘛干嘛。哦，现在我要去那个、啊，刚刚直播完了，对，我们刚刚直播完要去医院看一个小宝宝。我的一个闺蜜生了二胎了。所以你想把这个送给她？对，我要给她送一个镯子。他们说她要认我做干妈，所以我这个小干妈还是要有一点表示的。除了红包，肯定还要送一个。就说我们这边的一个传承的这种儿童手镯，你要陪我去医院一趟啊，骑你那个小毛驴。你那闺蜜我还要去，你自己去得了。你也认识呀，你不表示一下吗？那再拿个红包。太抠了你。再拿个红包。走吧。没有，我要拿个红包。嗯，我挺晚的，然后给他打个电话。我本来想抠门一回，不行吗？抠不了是吧？拿一个红包给我。那你去看了，你还能光着手去吗？不好啊。你打个电话问一下他休息了没有？29号病房。好的，我现在才下播，才有时间喝。嗯，还行，那个，到你休息啊。嗯，拜拜。知道了。我们现在去医院看小宝宝，然后大家下单的朋友呢，不要着急啊。我们的银手镯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加工当中了，然后都会尽早的给大家发出来，大家耐心等待哦。我们现在去医院。他们生了两个儿子。他爸爸一直在发愁，哎呀，怎么办呀？我又生个男的。嗯，两个儿子。我们那几个玩的好的，就差我没生了。所以你要加油啊！压力大呀。不要有压力，真的，越有压力对。我去弄个干儿子，我不也当妈了。这么慢，快点！
哎，不听话呢，快点到了，到了，懂得开门。我以前在这里上过班。吓我一跳，以为还要说什么。我们到了，但是呢，我们进去以后就不能拍了，因为这边是产房，里面涉及到别人的隐私。因为这个房间里面不只是住一个病人，是不是？还有其他的，产妇还有宝宝，我们进去就不拍了。我问他有没有。少林兄弟啊。我觉得长得好壮啊！对啊，长得好壮啊，真的嘟嘟的，这像一个月的，有六斤七两斤。本来我想拍，因为里面太多隐私的东西。还有其他的孕妇在里面，对，就不拍了。回家吧，早点回家休息。现在是早上6点多，我们过来拿银饰，你看小哥哥已经在里面敲敲打打了，快上了。干嘛？啊，方便吗？方便了。嘿嘿嘿。然后我再过来。三天你在那又弄喊弄喊的吧？这是来啥？我喊你叫。你望 LL 弄光啊！快来问啊！这个一个一个的队形哈，我觉得丫头哥。我就不要发了，还是放在这里让舅妈来那个。他还要打那个单来对那个名字。还要打单。然后这个名字还有这个款式，他还要重新对一遍的。如果我包进去以后，他又要对，那不是做无用功是不是？嗯。你看，刘大娟、刘大娟、朱平、安利。朱平应该，朱平你猜是男的是女的？男的。是吗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不能看名字来的。但是这个镯子说实话真的是太值了。然后你们的箱子是这个箱子，昨天给你们看箱子，包装盒，包装盒，箱子。你别闹，可恶。这个很硬的。那咱们先这样吧，咱们先这样，你们就耐心等待。我放在这里，到时候我跟舅妈打个电话，他们马上就来了。然后这个红薯粉呢，朋友们，红薯粉就是说到了结婚那天秒杀，我已经订好货在这里了，免得到时候说没有货，已经订好货在这里了。他们应该开车在路上听不到你，那啥？没有。哎，姑娘，哎，我来跟做人的要货了，然后收跟货的，因跟盒子呢，全部都搞跟屋那大包台呢啊。嗯，搞那火海呢，然后收跟包装货呢，他今年要货的时候收，弄一下那老那老歪呢，就被歪了啊。嗯，刚才一斤每五十单吧，然后是每60单货。嗯，然后呢，家里呢是豆干呢，说了弄了一杯的那一碗，然后呢，碗的时候是一定要弄来，搞来跟罐来要稳重下了。但是到时最近大单了，到呢弄上备注的，那老莫没免了有折扣的哦。然后是呢是按对一下啊，然后刚才弄没的是没压那压过去了。但是没一年种的有，一年冬种的有，那没关，那是四天了，过年时候又带数量，没得的呀，那，嗯，
再拉一下啊。哦，再来一份啊。哦，没有，再来啊。哦，好了，搞定。我们现在回老寨去了，走吧。